Christmas！ 欢迎大家收睇体艺台嘅五音点唱机，我系五 A 班嘅张海迪，我系五 A 班嘅杨宇欣。又到圣诞，又到圣诞，好开心啊！圣诞节系一个普天同庆嘅日子，大家又中唔中意呢？梗系中意啦！我最中意收圣诞卡，交换圣诞礼物，睇圣诞灯饰，食圣诞大餐，仲有圣诞联欢会啊！系啊，听日就系联欢会啦，真系好期待啊！而今集听嘅检唱歌曲就梗系圣诞歌啦。听歌之前，先请同学读出佢哋嘅点唱啦。有请。Merry Christmas！ 我是五 B 班的江子友，我想点唱给五 B 班的蔡蕊，因为我欣赏他成日陪我玩，同埋成日陪我练朗诵。我是五 B 班的蔡蕊，我想点唱给五 B 班的江子友，因为他成日同我一起做功课，同埋同我一起玩。大家好，我是三 B 班的陈柏伦，我想点唱给三 B 班的庄永康，因为他做的是个艺术用品，好靓。大家好，我是三 B 班的庄永康，我想点唱给陈柏伦，因为他写字好靓。Merry Christmas！大家好，我是四 D 班的陈希焕，我想点唱给三 B 班的陈永安，因为他回到家后识自己做功课和执书包，我希望他以后可以自动自觉去温习。Merry Christmas！ 大家好，我是三 B 班的梁嘉瑜，我想点唱给三 B 班的刘嘉怡，因为他功课认真，上课留心，是我的好朋友。大家好，我是一 B 班韩嘉瑜，我想点唱给一 B 班陆文嘉琪，因为他写字好靓，画画都好靓。大家好，我是三 C 班的蔡允熙，我想点唱给三 C 班的张子欣，我想欣赏他，因为他跑步很快，同埋上课专心。十二月的点唱歌曲是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， 因为我们想祝大家过一个开心愉快的圣诞，大家可以一边听歌一边欣赏石湖快拍的照片的。石湖快拍的主题是欢度圣诞，学校有很多好靓的圣诞装饰，同学都戴上圣诞帽和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影相，好有节日气氛的。咁而家就播歌啦，识唱呢首歌的同学可以一起参加，请细心欣赏。And a happy new year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. Good tidings we bring to you and your King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.
再同大家讲一句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。2018年再同大家见面啦！今集嘅五间点唱机就到呢度，多谢大家收睇，拜拜。